来看一下今天到货的粉红干，大家分别的号数有零号五三、一号五三、一点五三、二号五三，价格分别2880、3080、3280、3480。OK， 货到付款免运以外呢，你如果是偏乡或者是外岛会着收运费。OK， 我手上这一把是二号五三年。OK， 它这一支杆子还有在赠送什么？来，唯一一支。哦，每一个号数都有赠送哦，每一个号数一支，譬如说2号 530， 它就是送你2号的尾衣。再来赠送什么？50克的压花后塞哦，配重后塞，让你持杆锚重比呢更方便更便利。再来再送一个杆袜，非常的漂亮。 OK， 很多客人会说杰浩，我自取为什么价格是一样？ OK， 这一次限量100支自取，还会再赠送礼物，但是我先跟你说，礼物不折抵任何的费用，也不折抵任何的消费金额。OK， 我现在要展现出来的这一把杆子呢，是2号530的调性。OK， 你们会说为什么之前是办零号杆？哦，为什么不办号数大一点？任何的钓竿，我李健要觉得啊，就是说从零号杆最小号数开始办，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品质。但是我这边还要重复的是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一分钱就是一分货哦。然后呢，价格的部分呢，其实尽量就是优惠给客人的，因为我们最近在推广我们的西海岸入门钓鱼哦。如果说现在景气真的不好，入手的这个价格太高，我相信很多的客人没办法去接受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是斜口珠以外呢，这一支是2号530，这边的手把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。OK， 来，我们请凯如来，我们来示范一下。我们苗栗国有我们苗栗国的刀法，我知道很多人不认同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很多东西呢，我们先来刀看看，来暴力开枪看看，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基本上基调杆要这样子已经很难了。OK， 我们再来往前走几步看看，我们再来往前走几步看看，二号五三零可以折到几步哦？来，哦，来拍一下那个弧度。这只是2号530，非常的有力，所以有需要的客人赶快找到我们，我们限量100只做特惠，来电自取都有礼物。 OK， 有需要赶快找到我，阿里嘎多。